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， 我是主播 Tony。在这个礼拜，我们的牧师带了一队短宣队去非洲，要把爱，要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，带到那边的人心中去。这是牧师他第一次的尝试去非洲宣教。我们在这边除了为他祷告之外，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等到机会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出去这样的宣教。火把教会在下个礼拜5月26号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上6点到7点半也有全新的尝试哦，就是晨更培灵会。在火把办公室大会堂，我们会一起唱诗歌，有信息，会祷告，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，来这边好好的预备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有新的突破。为了响应今天的非洲气氛，主播特别在脸上画了3条线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哈哈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火把的家庭营，幸福3号出口，这是一个以家为主题的夫妻讲座，还有激发孩子创意的闯关活动，相信你来的话一定会非常享受和家人相处的精心时刻。2014年7月18号到20号西湖度假村，对象是夫妻协同0到12岁孩童报名。服侍神真是一件蒙福的事啊，你不只建造了其他人，你自己在当中也得着建造。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参与服侍，若是你已经在一个服侍团队当中，5月29号的 TNT Torch T9 不要错过，来和大家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分享，你会发现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我们是同一个团队，同一个家庭。夏天要到了，你准备好迎接一个超级充实的夏天了吗？有什么活动呢？主播建议你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火把翡翠湾受洗礼拜。翡翠湾呢，你知道主播受洗的时候那池子多大吗？就这么大。你要是在翡翠湾受洗，我超羡慕你，超羡慕你，超羡慕你啊。时间是6月21日星期六，1点半出发，搭乘游览车的费用每人200元，即日起开始报名，报名截止日为6月14日星期六。想更多经历什么？火把 T1 经历神营会，这一次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场地，不用住宿，但一样有非常棒的教导，非常多祷告的时间。渴慕什么？来经历神吧。 Jes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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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esus。 2014年 Ignite 火把青年特会 Wildfire 星火燎原，这是火把青年人的暑假盛会啊！哇，安徒生的逆袭，水杯的考验，反叛者 Mentor 课程，可以让你展现个人勇气、盼望还有牺牲的特质，不能错过，你一定要来。7月3号到7月5号星期四到星期六是大专梯次，7月10号到7月12号星期四到星期六是国高梯次。报名的时间是第一阶段5月17号到6月1号每人1700元，第二阶段6月2号到6月15号每人2000元，未满18岁的学生要缴交家长同意书。学生们看过来，你搞笑吗？我比你更搞笑，快来展现你的 2B 功力，来成为火把搞笑王。国高联聚活动时间是在2014年6月14号星期六2点20到5点。想要听史英英的美妙歌声吗？想要欣赏曾曾毅、刘思杰的精彩音乐演出吗？新样基金会26岁的颜色合作展演计划已经开始喽，欢迎大家到诚品敦南 B2 艺文空间参加。6月1号及6月8号连续2周，因为端午节和台铁年度庆典，我们的主日将会回到火把办公室聚会，特别在这边提醒大家不要跑错地方哦。返家主日时间星期六第一场晚上6点20到8点，第二场早上8点50到10点半，第三场10点50到12点半 Wonderland 和英文翻译同步进行，第四场下午1点20到3点。嗨，亲爱的火把人，牧师有机会到非洲去看一看，和那里当地的教会有一些的谈话，以及我们那里有个家庭，他们很努力的、积极的在做一些华人的福音的侍奉，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侍奉上帝，让我们很感动。所以这次呢，在非洲有一些的访问、拜访和探访和服侍的机会，感谢神，今天是美好的主日，相信大家一定从天上领受美好的信息。我们非常想念大家，期待每一个人在主日当中都
能够经历神，看见神更多的工作，未来这一周也充满了盼望。过两天牧师就回来了，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，也请大家在祷告中间不断的纪念我们的行程，出入可以蒙福，我也祝福大家出入也是蒙福的，感谢神，祝福大家。提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在聚会当中你需要离开座位，请随身携带你的贵重物品，当重回会场的时候可以坐在包厢区或者是转播区，以维持聚会的品质。谢谢大家的配合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看本周的天天爱耶稣天天爱火把。